哦，不，举报我模仿冯提莫，那冯提莫是个什么大人物啊？长得像他，这还是成了我的错？爱上你是我的错，长得像也是我的错。还要举报我？你是个什么牛马？你举报我？不就是粉丝团的时机啊，粉丝团的时机啊！你就之前答应了大家的，之前答应了大家的，就是说抽周边，然后要粉丝团十级以上，因为他们生孩子生得很辛苦，说给十级以上的小伙伴来点福利吧。我说行，知道吧？所以这个雨衣就是抽给他们的，这个抽给十级以上粉丝牌的。这个抽完给你们抽点啊，给你们那个抽一点，只需要关注，好不？哦，这么多人十级以上，还差一些十级。哪有多少人啊？没有多少人呐、啊，真没多少人。马上快倒计时出来的有哪些中奖呢？哈哈哈哈，有哪些中奖呢？没有啊，才92，现在才90个参与，知道吧？除去没有在直播间的啊。你看这个几率还不行，还不大呀，相当于1/4的中奖几率。我的妈呀，你们真的是，巴不得我直接人手给你们送一个吧。你可真行，化个妆，我待会就准备去化妆了。但我化妆很无聊，我不想就不想给你们播了。哦，恭喜恭喜，Kona 小猪看到蜂窝了，吃小木耳、小生、Tom、比奇、爸爸、冯三岁、Luna 的富居斯、林子、途经生命的星、Tim、一念、阿克贝拉、村里这几人、小乌龟、九少、Frank、喜提念名字，看到没有？被我念到的小伙伴，恭喜你们中奖了。